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今天是中国的国庆日，我们在海外的同胞啊，都会纪念这一天。那我们也乘这个缘机缘，把三皈依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。我们每一堂课之前，在上课之前，都把三皈依念一遍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很深，让我们念念不忘老师。啊，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教我们什么？就从三皈依开始。皈是回归，依是依靠。啊，我们无量劫以来，这人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，无量世到今天，在六道里头没有依靠啊。那么这个轮回就很可怕。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轮回？佛法教学第一个目的就是脱离轮回。轮回是苦海，真的是苦海无边的。谁知道？佛菩萨知道。啊，为什么要学佛？大家都能够熟知佛法常讲的离苦得乐。啊，什么是苦？苦有根本。啊，根本呢就是六道。不出六道，离苦不究竟，拖泥带水。必须脱离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这个人真正离苦了。谁能办得到？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释迦牟尼佛看到了，啊，他做到了，
他脱离了，回头看看我们这些人啊，还是懵懵懂懂，迷惑颠倒，在造作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啊，不善业所感召的是轮回里面的三恶道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纵然是舍己为人，行善积德，也不过是天道啊，欲界天，还有很多修行人，那就讲到宗教了。修行有成就的，他们能够生色界天。四禅啊，修行人所住的比欲界高啊，再向上提升是无色界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所以佛这一些东西不教我们啊，这些东西有世界圣贤他们来教啊。佛教谁呢？佛教是真正有心想脱离六道轮回，想脱离十法界，这样的人佛欢喜啊，佛认为这是他教学的对象，他不会放弃。我们不找他，他会来找我们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要我们是这个根器，想在这一生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佛要不来度我们，慈悲何在呀？啊，那大慈大悲就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会找我们。啊，他一定来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肯学。越肯学，加持的力量越大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在中国这2000年来，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中国也出了不少圣人、贤人、圣贤君子啊，圣贤君子是中国儒家的学位的名称啊，好像现在大学里面设的学位啊，最高的学位有博士、硕士、学士三个学位，儒家有三个学位，最高的圣人，其次的贤人，再其次的君子。那么这三种圣人三个学位，如果你真正拿到了，可以说保证你不堕三恶道，不容易啊，比现在学位高啊，现在学位拿到博士堕三恶道的人很多啊，佛法只要拿到阿罗汉就不堕三恶道了，不但不堕三恶道，而且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不容易 啊佛陀
一生所做的事业，我们称它做佛事啊。佛一生干的什么事？诸位一定要知道，教育，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，比孔老夫子还要殊胜。啊，夫子一生也教学，但是他还是希望当时这个诸侯能用他。啊，他希望他能够像周公一样，像管仲一样，啊，能够帮助一个诸侯治理好国家，为其他诸侯国做个好榜样。啊，可惜当时这些诸侯对他很尊重，很敬仰，没有人聘用他。啊，最后他回到老家教学。啊，教学的功德，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死后被尊称为至圣先师。这个成就，佛法讲功德啊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，没有人能够相跟他相比。啊，记住360行，做教师，孔子是个教师，所以夫子的生日前几天过去了，教师节，中国的教师节是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，非常有意义。啊，中国5000年文化的根是什么？第一个孝道，第二个师道。啊，孝道以父母为代表，孝顺父母；师道以孔子做代表。师道是尊敬的，古圣先贤教我们，人生在世，一生要把这两桩事情做好。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尊敬，要像尊敬老师一样。啊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孝顺，就像孝顺父母一样，这才叫孝敬两个字做到。这两个字做得圆满，就是圣人，做得很好。啊，但是还不能说圆满，那就是贤人。啊，做得圆满的是圣人，啊，再其次的是贤人、君子。圣贤君子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圣贤君子的文化，要求大家至少要做一个君子。啊，要做一个好人。啊，今天的经文第一句是戒若流利。啊，佛法学的是三桩事情：戒、
定、慧，叫三学。啊，戒是什么？伦理的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教育，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用戒这个词，意思用得很深。戒说你必须要做，必定要做到。啊，因戒得定的。定是什么？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心清净，心平等。啊，用心平等，心觉，觉而不迷。啊，我们从哪里回归？从迷惑颠倒回归，从无知回归。啊，去年六月，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会议完了之后，我到伦敦来访问。啊，上医院接待我，有一位议员，我们在一起喝茶谈话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一句话。无知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。无知是什么？是佛家讲的痴，贪嗔痴那个痴，这是烦恼里面最深的、深层的，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他这生出来、出生的。那么佛的教诲就是要把它断掉，用什么？智慧啊。无知就是没有智慧啊。没有智慧才会干错事情啊，才会作乱啊。啊，第一个糟蹋自己的身心。啊，身心不健康。造作一切恶业，将来要受恶报。真可怕了啊，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位议员的时候能够说出这个话出来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六道里面众生，设法界的众生无知。啊，真正明白人怎么肯造恶业。啊，怎么会毁弃自己的前途？不可能啊！那我们要从无知回过头来开智慧，要不要？要。怎么做法？就从戒定慧啊！戒刚才说过，它里面的根就是伦理教育啊，那个根呢，也就是说伦理里头两个，一个孝，一个敬，这是戒的根呢。没有这两个字，如果是学戒律也是学皮毛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得到戒的功德，没有得到戒的真实利益。啊，戒的功德是什么？戒的利益是什么？是清净心。持戒的人心清净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放下了。应该放下的，
彻底放下，不再留念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头，根本的戒律，佛告诉我们，你能把这个戒律做到，你不是人生最低的利益，你来生还得人生，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这个戒律是十戒啊，沙弥十戒，或者说是十善业道，范围大了啊，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一切众生都应当遵守的十条。第一个，不杀生，决定不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，不但是不杀人呢，所有一切动物都要爱护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动物是不怕死的，是愿意死的，没有，都不愿意死，都怕死，我们要保护它，要帮助它啊，怎么可以杀他啊？这不杀生呢，不能伤害一切众生啊，不能让众生因我而受苦受难，这都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。啊，第二，不偷盗。不杀生是人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。与我们中国五常相应，五常是德，五伦是道啊。五常，常就是永恒不变，一时一刻都不能忘掉的，仁义礼智信啊。底下那个智，就是对付刚才所说的无知啊，有智就不是无知了。最后一个信，信用，信用是一生绝不欺骗一个人啊，他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，要能做到啊！啊，不但不欺骗人，连一生畜生也不欺骗他啊！一切有情众生，我们要讲信用啊。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自己种植啊，我在澳洲有一个大菜园，有很多果木树啊，我们的菜园有小虫吃，我们跟小虫有信用啊。我的菜园里面一定画个小区，这里面的菜专门供给他们用的，这小虫要吃都到这来吃啊，没有指定的这个他决定不去。十年效果卓著啊，啊，水果长在树上，那我们不必去包装保护，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，你们要吃到这来吃啊，不是给你们吃的，你们要留给我。
这些小鸟小虫统统听话了。啊，有些同学看到很稀奇，我说你回家试试看。他回家时果然没错，真有效果。啊，云南有位道友同修的，啊，他有个很大的农场，啊，他听说我这样做法，他就看，看了之后，他回去说，告诉我，这么多年来，这些小虫、小鸟都很守信用，非常可爱。啊，不是指定的，他决定不回来吃。啊，不回来骚扰。你小虫小鸟畜生都守信。啊，都有信用。人要无信，连禽兽都不如。不要怕别人骗我，只要求我不骗别人就对了。啊，别人欺骗我，他无知了。啊，他要是有智慧，他怎么会欺骗我？所以都可以原谅。为什么无知？没人教他。我们要不是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要不是遇到几位好老师，我们也无知啊。啊，这就是过人。所以运气不一样。我们的运好啊，都能碰到善人，碰到善知识。啊，所以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皈依佛就是皈依觉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能做愚痴的人，不能做无知的人。啊，一定要求知。啊，这是皈依佛。啊，皈依法，法是圣贤教诲。啊，他教的是什么？以释迦牟尼佛来说，这个老人一生教人不立戒定慧，啊，叫戒定慧三学。他说49年所讲的一切经教，归纳起来三大类：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他教学是有次第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，办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啊，他教学49年。前面12年讲小乘。我们叫小乘经，佛法里面叫阿含，啊啊，这一类的，这一类里面多半都是讲伦理道德因果，啊，小学，诸位要记住，12年扎根呐，再向上提升，方等。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。啊，方等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。8年之后，我们想想，8年加上前面12年，20年。
20年叫扎根教育。啊，这个根扎得稳了。啊，再进入般若。般若就好比大学。是佛对众生主要的课程。啊，般若是智慧。教多久？22年。啊，哪个大学里都有22年。释迦牟尼佛这个学校有22年。啊，最后8年研究所讲法华。啊，法华涅槃，把般若学般若的这些菩萨提升到成佛。最高的学位啊，提升到最高的学位。大学是菩萨，前面是罗汉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陀。你看看49年啊，它有层次的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。那我们的学习的时候是要按这个顺序，不按这个顺序的时候，你学习起来就困难，不可以劣等啊！一定从小乘学起，不能够轻视小乘啊！南传的佛教多半是小乘啊，大乘佛法全在中国啊，为什么？佛法没到中国来，中国古圣先贤啊，我们常讲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，孔孟老庄，他们都是大圣超过大贤，他们都是大圣。大圣是什么？在佛教里面，大圣是佛陀。这些人，如果他们要是生长在印度，印度人就都称他做佛。释迦牟尼佛，如果是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做圣人。称呼不一样，他境界相同。啊，我学这么多年来才搞清楚啊，搞明白了。回过头来再看看其他宗教，这地球上大宗教啊，像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啊，这些创始人，摩西、耶稣、穆罕默德，他们是什么人？通通是圣人，通通是佛陀，确确实实他们是在同一个层次。怎么知道的？你读他们的经就知道了。这些人生在不同的时代，生在不同的地区，他们讲出来的东西是开悟出来的，完全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相信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无师自通。我们相信啊，真的无师自通啊，妙极了啊。这些人他们这些学问智慧从哪来的？谁教他？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，那个时代印度是哲学第一，世界的高峰，宗教也是第一，他都学过。他19岁出家，学了12年，到30岁全都学过，
学过之后认为怎么样？不能解决问题。前面说的，利苦得乐，利究竟苦得究竟乐，做不到，放弃了。啊，这都是教学，我们都不能够疏忽，要细心去观察。啊，他不学了，到菩提树下就入定。啊，他用什么？他用戒定慧。啊，入定，坐在大树下。收心了，把妄想放下，把杂念放下，把分别放下，把执着放下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戒，这都属于戒。啊，通通放下了，心清净，清净是定，小定。平等是定，是大定。啊，平等是没有分别了。啊，清净是没有染污了。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清净。最后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叫成佛。啊，所以你能够懂得这套方法，相信这里面所讲的道理，你能够这样做，你也能开悟。啊，古人留下两句话：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学东西只能学一样，不能学两样。为什么？学一样容易得定，学两样学三样，你头脑容量就很多很杂啊，你得不到定。得不到定就不能开悟，就不能解心啊。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最近就这一个月，在中国大陆有几个同学跟我联系，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他们真做了。啊，一不进一不论，念了三千遍啊，读书千遍的，他是三千遍，真的觉悟了啊。也没有人给他讲，他念那些意思就懂了，自己就懂了啊，很高兴来告诉我，古人不骗人啊，相信的人占便宜，那不相信的人亏就吃大了。古人并不吃亏，吃亏是你自己。啊，为什么？读书千遍是修定，叫你读书那是持戒。啊，就是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。啊，字里头告诉你没有意思，你别去想。你一面去念，一面去想，那是妄想，那是你的意思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这个要懂。啊，必须把自己的意思念出来，就是自己的智慧，啊，觉悟了，这觉念出来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你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念。啊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，啊，字里头真的没有意思，一直念下去，念到开悟，意思就出来了。有多少意思？无量意啊。
无量义可不得了啊！你没有读过的东西，你拿来看读懂，没有一样不懂。啊，现在东西你看得懂，古人东西也看得懂。啊，不同的文化你也能看得懂，通了，这个可贵呀！啊，东方人求智慧，西方人求知识，知识要凭记忆。啊，同时学几门行，智慧不行，智慧要清净心。心越清净，智慧越高，智慧越大。这就是觉，觉就是佛。啊，所以皈依佛。我们以佛为老师，皈依法，佛所说的经教统统是法。那我们现在知道，不但佛说的，孔孟所说的，文武周公所说的，啊，这些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家，他们的创教的这些大德们也是的，他们说的法了。他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教给我们这道路方法，这路怎么走啊，都讲得很清楚。依教奉行就对了。有恒心就有效果。啊，最后智慧开了。戒定慧三学。皈依法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佛是究竟觉悟圆满的人。啊，法是他教的方法，僧，僧是僧团，是佛的学生。真正依教奉行才是真的。不依教奉行，自己去创造一套，那是假的。那不是真的啊！所以僧是传法的人呐、啊，世世代代相传啊，自古至今啊，沉传都有记载这叫三宝啊，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。三宝能帮助我们证得阿罗汉，证得菩萨位置，证得佛果。啊，这个叫三皈依。啊，三皈就是佛陀真正的弟子啊，要有三皈，要有人传授没有法师呢，居士可以传授，真正有修行那居士也没有呢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只要你真正发心在佛像面前念三皈依，一样得到，真诚就得到啊，没有诚意的话，纵然是法师给你传授，高僧大德给你传授，你也得不到。所以诚则灵，不成就不灵了。这是我们
必须知道的。现在我们看今天这一段课文，871页啊，871页倒数第三行，戒入流利也。啊，流利是透明的，是清净的，啊，不染一尘的。啊，经上常常有，有玻璃，有琉璃，啊，琉璃，透明的玉石。啊，经上讲的玻璃，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，现在化学玻璃，古时候没有。那个时候玻璃就我们今天讲水晶，水晶像玻璃一样，啊，玻璃是指的水晶，啊，琉璃，我们现在一般叫翡翠，绿色的玉，透明。啊，都是取，它没有染污，啊，它内外透明，一尘不染，持戒要像琉璃一样，所以经体上讲清净，啊，第一个就得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。平等心生大智慧，再提升就大彻大悟，圆满的智慧。啊，把智慧分成三等，小智慧是清净心，啊，大智慧是平等心，清净平等多么重要啊！成佛必经的路程，你不走这条路不能成就啊！先求不染污，不染污说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真的。佛教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，不是真的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把心染污了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佛法，佛法也不是真的。把佛法放在心上，大概来生的人生或者到天上享福，不能开悟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好，中国人最喜欢读的，经上说：“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法门一样的，又告诉我们法上应舍，这个法就是佛法，这个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可以放在口上，可以放在身上，像个佛的样子。啊，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心被染污了，被佛法染污了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因缘所生法。中观里面讲，啊，因缘生法不是真的，
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无知，因为众生不觉，因为众生做恶业，所以佛来帮助他纠正他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都是像生病吃药一样，病好了，药还要不要吃？大家知道就不要吃了，吃又吃出病出来了。啊，这就是法上因时，何况非法。事出世间法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这句话怎么落实？断恶，真的断一切恶；修善，真的即一切善。作恶，断恶，不把断恶的这桩事情放在心上；修善，也不将修善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心上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心上本来就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佛也没有，所以心上有佛也不行。那我们今天的时候，心上就有佛啊，有什么佛？有阿弥陀佛啊，这些，这是特别法门，只有这个法门可以，其他法门不可以啊。这个佛说，这不是成佛，这不是开悟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。我们的根性很烈，烦恼断不掉，修什么也都修不成功，怎么办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办了个佛教大学啊，他欢喜我们到那里去修学，他做指导啊，那个地方老师是阿弥陀佛啊，诸佛菩萨在那边都是阿弥陀佛的助教啊，所以到那里不是成佛，到那里是上学，上学慢慢向上提升啊，把我们提升到阿罗汉，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法身菩萨，提升到圆满的佛果啊，通通在极乐世界完成。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好处，无量寿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生死啊，永远年轻长寿啊，真长寿啊，不是假长寿啊，无量寿啊。所以有的是时间，决定保证你成就。经中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心里头最羡慕的华严、楞严、法华、大经大论呢、啊，学了30年，有没有开悟？没开悟。有没有得三昧？没得三昧。生死有没有把握？没把握。华严经讲到最后，看到文殊普贤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我看到这段经文汗毛直竖，流汗了。文殊普贤是我们年轻人榜样啊！
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，没有想到他还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才成就的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跟文殊比、普贤怎么比？啊，他今天选的法门，难道还会选错吗？啊，所以我把大经大论都丢掉了，都放下了。啊，85岁，开始专讲无量寿经，就讲这个本子，专修这个本子，这个法门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求生极乐世界，追随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。啊，我跟他走一条路，这个路有把握能走得通，欢喜。啊，欢喜从哪里来的？有把握，只要信愿持名，就决定得生。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，这不干，自己找自己麻烦，错了。啊，我们看戒律流利下面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。啊，成佛就靠戒定慧，成佛的方法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无漏是佛学的术语，漏是比喻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茶杯有破损，水装进去漏掉了，叫有漏。那无漏它是完好的，它是法器，它没有问题。啊，所以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无漏没有烦恼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通通断尽了，就是你彻底放下了，定就现起。啊，所以见是手段，定就现起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开悟，绝了。今天最后这个字，绝了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成佛，智慧开了，戒不重要吗？那戒怎么修？我们是要找不着找一个学律宗来教我啊？大臣里头说没这个必要，尤其是净土宗，你只要把净业三福做到了，问题就解决啊！净业三福是净土宗修行指导的最高原则，是属于戒啊，最高的教诲啊。第一条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
要能做到啊，要真干的 啊。第二条，受持三皈，这三皈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受持三皈。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，佛法僧是我们的道路啊。可是今天佛教衰了，今在没有问题，今天在没有人学了啊，讲经还或许有，依着经教去奉行认真去干的人太少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？我们想学找不到老师啊，但是你真正想学，老师可能不定在什么时候你真遇到了，缘成熟了，遇到了啊，这个有可能。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啊，我这一代上一代还有真修行的人少了，很少很少，没看到几个啊。在家修行的修得不错的人还有啊，他们有能力教我们，而且都专修净土啊，其他的法门很少人修。民国初年还有修金刚经的，还有修心经的啊，有修法相的，有修三论的，还有啊，到我们这一代没了啊。现前更少了啊，为什么？社会乱了，佛教衰了真正修行人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只有净土宗可以保证你一生成就啊，所以我们把经典缩小，华严放下，学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学下莲居老居士会集本啊。幸亏好，黄念祖老居士留下了这个注解，如果没有这个注解就有一点点难度。为什么？会把经看错了，讲错了，也学错了啊。这个注解做得好啊，提供我们非常丰富的参考资料啊，里面摄取了83部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法语。这些祖师大德都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不是凡夫。我们这代碰到了，我们要不努力，要不把它传下去，下面也得迷惑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！真正成就的没人了啊！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
要有使命感，我们来乘船，这个法门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成就，把这个法门传给底下的学生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这就对了啊！要不然我们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祖师大德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啊，最后对不起阿弥陀佛。底下《梵王经》里头也是比喻，借如明日月，亦如璎珞珠啊，璎珞珠跟水晶球一样透明，一尘不染啊。这持戒啊，记住根本就是孝敬这两个字啊。我们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把佛老师啊世世代代沉船的人，我们都记在心上啊，都把它表示出来。我们这个讲堂墙壁上悬挂的是净土宗十三代祖师啊，下面的照片是我的老师啊，是我们的护法，这里面少一个人我们都不能成就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，得到他们教导护持才有今天，我们念念不忘啊，每一堂课都好像老师护法都在我们身边啊。所以经上说，界若琉璃，内外明洁。内指心意，意业清净，其心动念，习力苟然。这个苟然是比喻，然是不清净。苟是指分别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学菩萨不分别不执着，不执着就不然离然，不分别离垢这都是平常会用功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佛菩萨怎么个接近？就是他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那是佛啊。起心动念了呢，菩萨，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习力苟然是没有分别之处。底下说外者呢，唯一具足啊，就是我们守住三规五戒十善就行了，要做到啊，唯一具足。
的行于外，别人能看到啊。啊，内外习气，故其言书，令众生，令众心心悦诚服。啊，能叫大众跟你接触，对你尊重，啊，听你的劝告，听你的教诲，这是佛菩萨教导我们。故曰：其所言说，令众悦服。啊，那么达到教化众生的目的，帮助别人的，要做榜样给别人看。下面这一句：即发苦，见发床，要慧日，都从比喻上说的。啊，慧说的就是发音高响，犹如鼓声。这是说法，说法音声洪亮啊，像鼓一样，震动人心啊，威德摧邪啊，有威仪，有道德啊，偏邪不然啊，不为偏邪所动摇啊，这就好比肾床。床岂止一类的啊，佛门诸位常常看到的幡，幡是扁的啊，佛殿里挂幡，有悬床的，床是圆的，当中是空的啊，都是属于岂止一类的啊。古时候寺庙、庵堂，没有一处不讲经。那怎么通知人呢？啊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。寺院里面讲经，寺院有岂敢？旗杆上悬的是床，圆筒的，你看到了，哎，今天有讲经，喜欢听经，他就来了。它的作用是这个。如果挂的是幡呢，今天是法会，啊，是念佛会，法会不是讲经，喜欢法会呀，就看到幡、床幡，它就起这个作用。啊，所以佛不邀你来讲经。你看到我只讲，你想来你就来，你不想来就别来，啊，不拉信徒的，啊，但是不能不动，没有这个床幡来传递信息，啊，让你知道这个信息，啊，愿不愿意来随便，没有丝毫强迫。啊，那么翻这个床上有写字啊，就是我今天这讲华严，他那个床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，南无妙法莲华经，那什么这个经题在里，他今天讲的这部经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
他是这样传递信息的啊，报床啊，慧日照明，犹如告日啊，这个是比喻讲经教学，这是智慧，智慧像太阳，它能把迷惑照破啊，像太阳一样。慧疏曰，法音高响，犹如鼓声，未得吹邪，犹如神状，慧日照迷，犹如告日。慧疏的意思，下面是黄念老的解释啊，法鼓比喻菩萨法音行众愿闻啊，现在用电传播，用卫星电视，用网络啊，这是过去人无法想象的啊，过去人传递的音声就是钟鼓啊，钟鼓的声音听得很远啊，法床欲菩萨未得摧破邪物，如嘉祥寺曰，见床是战胜之相，譬如啊，比喻设法能降魔得胜啊，方船都有护法神守护啊，古人都相信，我们也相信啊，有护法神守护啊，鼓声圆背鸣即发鼓啊，这是比喻。我们最近这几年来提倡祭祖，也就是提倡孝道啊，祭祖大典里面有钟鼓啊，钟鼓非常重要，钟鼓是帮助你传递，就像现在电波一样啊，传递把这个祭典的信息传递给远方。净严书里头以文思修三会名词三语这三种比喻，书里头说言即法鼓，比喻文会法，听到智慧的发音呢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慧日与菩萨智慧照破痴暗，以行群迷，这个是讲经啊，净严书里的文思修明这个三种比喻，书说言即法鼓，欲闻会法，叫声圆背啊，叫是惊叫啊，说法的音声圆闻，这个用即法鼓啊来做比喻它。见法床呢，与思会法，这个意思
更深一层。前面是听，听了之后啊，要去思考，这是智慧啊。所以思会法利益，意思明白了，有了悟处了啊，成见义处，明闯。闯取这个意思啊，指建立法义，彰显于众，这个叫见法闯。建立道场，也就是见法闯的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真的佛所说的佛法五个衰相，每一个阶段是五百年啊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，戒律成就，能持如来的教法，都能够证果啊。虽然正果不高，小乘四果四相，但是非常不容易。正得小乘书初果，进入正式的学校，这佛教学校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毕业了。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，小成就啊，再往上提升是大成就啊，很难得了。那么现在是佛灭度2500年了，所以戒律之后就禅定。佛法传到中国是在佛灭度之后1000年，啊，500年吧，现在500年传入中国啊，禅定成就，持戒已经没办法证果了，要修定啊。这500年过去了，修禅不能入定，入定不能开悟，不要说大悟，小悟都没有啊。这个时候多闻成就，讲经说法的人很多啊，真正开悟的人，得定开悟的人不多，还有少数啊。那么再过500年，讲经文法就没有了，叫塔庙坚固啊，建寺庙的多，到处都有，建塔的多。就塔庙成就，现在第五个500年，啊，塔庙也比不上过去了。现在是斗争坚固，啊，六合敬的僧团没有了。过去有，在塔庙坚固的时候还有，到斗争坚固的时候就没有了。那么下面是灭法了啊，但是
斗争坚固的时间长，末法就被这个一万年。已经过了一千年了，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啊，确确实实我们看到，明显的看到斗争坚固。往下还有八千年，所以佛法不会灭啊，还有八千年。这八千年地藏菩萨慈悲，这地藏经上有啊，代替佛教化众生，用什么法门我们就晓得，孝亲尊师，地藏菩萨表证，全靠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只有这一门的真实利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下面注解我们念念。啊，言要慧日者，除痴暗者。要慧日除痴暗，说修慧开众生，我们今天能够把古大德告诉我们佛法学习的理念方法啊，效果，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我们用在一部经上，这一部经怎么学，读遍书，啊，东北有个同学告诉我，他这么多年来就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啊，一天念十遍到二十遍，啊，他并不是很严格，有空就多念，有事情忙就少念，大概不会少过十步，那也就是不少过十遍，多的时候念二十遍，二十年没中断，我猜想那古人的话嘛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他有没有见到，我相信他见到，二十年的时间啊，一天十遍，你们注意想想看，这有耐心啊，他真的发喜，发喜充满了，一天到晚无论谁跟他见面，看到笑眯眯的，啊，他要没有悟出，那个法喜就生不出来，肯定的法喜，啊，彻悟不敢讲，小悟、大悟应该有。啊，北京有个同学，每天念大乘起信论，告诉我他念了六年满三千遍了，
有没有误处啊？我让他讲一遍给我听。啊，在香港。啊，他在香港住了两个月，讲一遍给我听。我完全把他录下来了，录像录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可以做教材啊。将来谁要起起心论，学起心论，这个可以做教材。讲得好，无师自通啊。啊，谁给他印证呢？最后读欧耶大师起心论的注解啊，看欧耶大师的注解，大乘起心论列王书，欧耶大师说的，读他的书，你自己领悟到的跟欧耶大师注解里讲的相不相同？如果相同，正确的，你真的是开悟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古时候请古大德、高僧大德跟你印证，现在找不到人了，找古人的注解来印证。啊，这就难得。痴暗就是无明暗惑，华严经第二卷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如来智慧无边际，一切世间莫能测，永灭众生痴暗心。这就是慧日破尘暗的意思。啊，尘暗是无知啊。无知是重病。比大病还严重啊。啊，华严、法华都是大乘经。都能帮助我们破尘暗。下面一段，纯净温和，纯纯也，好也，净，清净也，纯净，温和。啊，我现在劝勉汉学院的同学，汉学院的使命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我做起。怎么做起？教学做起。所以我希望这批将来学出来终身服务与教育界啊，而且不能好高骛远，希望我们真正发现当小学教员、中学教员。为什么？这个教育要从扎根做起啊，根不深，根不固，目标达不到，要根深蒂固。根深蒂固是什么年龄最好？
3岁就要开始。啊，要教他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中国古时候私塾里面的教科书，那都是真正有智慧、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编辑出来的儿童读物。啊，儿童读这些书就是让他记。啊，不要讲解，所以说念遍数。啊，每一天你看这个孩子，你教他一段，古时候讲几行，啊，教他10行。啊，他念10遍就可以背了。这是测验他的根基，他的能力，啊，10遍就能背，就正好适合他。那督促他什么？督促他念30遍，念50遍，念100遍。他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这本书念完了，再念第二本。第二本念完了，念第三本。从3岁，到10岁，大概4书5经都能背过。啊，15岁以上，智慧慢慢开了，老师就跟他研究讨论。老师怎么教学生？因为这些东西学生都会背过，背得很熟。老师让学生讲演，跟同学老师一起分享，你把你所悟到的讲给我们大家听，老师做印证。啊，讲得不错，确实悟性开了。每个同学都要复讲，这就是考试，测验成绩。啊，那么老师语还有更深的意思，可以跟学生在一起研究讨论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佛经上两句话用在儒家可以，一个道理，同出一个境界，这个教学的目的达到了，要开悟。啊，没有开悟啊，目的没达到。所以老师不能讲给学生听，为什么？那是你老师自己悟到的，不是经书的真实意。啊，经书真实意是佛说的，孔子说的。啊，祖师大德说的，真正大彻大悟人说的，那都是一样的。啊，真的悟到那个程度，那这个这本书就有什么意思？跟你说，步步书都是无量义。
不但每一部书是无量义，每一章、每一节，甚至每一个字都是无量义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那什么，大彻大悟了。啊，他给你讲这部经，应机说法，你是什么程度，他就跟你说什么。你能听得懂，你能听得欢喜。你的程度高，他说的深；你的程度浅，他也说的浅。前生广厦得大自在，所以法没有定法，一切法都通一切法，任何一法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。这是自信，所以教学的目的是开发心得，自信本自具足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东方人，佛菩萨、圣贤人教人，标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要懂得，那么我劝同学们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内要学释迦牟尼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烦恼见惑是非常大的障碍啊，这个东西放下就证阿罗汉果。外面我们表现在外头，要学孔老夫子五德，温良恭俭让，表现在外面啊，内里头断贪嗔痴慢疑，那是什么境界？清净平等觉出来了，清净完全出来了，平等开始有了，觉也有影响了啊，小觉悟没有大觉，重要啊！啊，夫子，学生对他老人家赞叹，可见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温和，善良，恭敬，我这样说他容易懂。对人恭敬，对事恭敬，对一切万物恭敬，重要。节俭，谦让，要谦虚，要懂得让别人。啊，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难得了，希望我们每个人要向孔子学温良恭俭让，要向释迦牟尼佛学放下贪嗔痴慢疑，为往生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个担子才担得起来。没有这十个字，这个担子担不起来。
说着好听而已，不能兑现。啊，所以夫子释迦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，我们要学。那这个底下有也有纯净啊，是内心的清净，利口、温、良、善、和、平和，和者和也，温和之仪态之温良和美。这我们要学啊！人家见我面都欢欢喜喜，不要人家讨厌我啊！我要别人喜欢我，我要先喜欢别人，这肯定的啊！要学神圣的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爱世人。没有鉴别的，没有分别，这个要懂。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啊！你尊敬上帝，上帝爱你；你侮辱上帝，上帝还爱你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佛法讲得好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缘是条件，无条件的大慈，同体是一体，我们是一体，眼睛跟鼻子是一体，牙齿跟舌头是一体，啊，一体还能分别吗？啊，这叫真爱。凡是有条件的，假爱、虚情假意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是真的，你要放在心上，哪一天他不爱你了？你就痛苦来了，因为从来不放在心上，他不爱你，你还是爱他啊，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啊，这叫功夫啊，叫温和。即定明察啊，即定实际之离体，实际是什么？实际就是真如，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啊。真心的体叫实际我们存心用心都要与实际相应啊，这在佛法里名词叫即定，即是即灭，定是如如不动，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
心有没有动？没动。摇晃是动的样子。啊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不动。啊，真心本无动摇。啊，妄心刹那刹那在摇晃不定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生灭的频率很高，我们完全不能觉察。啊，到近代的科学才发现。啊，但是他没有讲出，具体没说出来，只是说非常高的速度，啊，高得无法想象。那么在佛经上是有明文记载，啊，弥勒菩萨说的，一弹指，36亿8000年，说出来，啊，科学家没说出来，啊。36亿8000，100个千是10万，36亿乘10万，得出的是320兆，这一弹指，它摇晃多少次，动摇多少次，320兆次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啊，我们今天电视的屏幕，我们晓得画面是跳动的，是一个接一个的动画组成的。啊，只是它速度太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1秒钟100张，100个画面。啊，1秒钟，我们完全没有感触。没有看到在动，啊，太快了！那整个宇宙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，色声香味触法接触六尘，这个速度，弥勒菩萨告诉一秒钟多少？2240兆，一秒钟。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我们等待20-30年之后，科学技术也许能发现，啊，然后告诉我们，佛经讲的是真的。啊，即定就是自信的样子，明察智慧之照用。明是明了，察就是观察，观察入微也。菩萨能够明察念头，微细念头波动现象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，六根的作用他证得圆满，我们不行啊！我们完全有障碍啊！啊，声音小的听不见，波动快的看不见，啊，波动慢的能看见，波动快的看不见。啊，听声音也是的，啊，鼓能听得见，啊，钟能听得见，啊，你敲个碟子就听不见了，啊，是明察，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。
宗经录里的说，举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，讲得好。永明延寿大师说的这两句话，如果我们能做到，这是菩萨境界。菩萨是一心为宗，起作用照万法，整个宇宙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彻照。即定如镜之体，明察如镜的作用，寥寥分明，秋毫不爽，故曰明察。即定明察就是大乘教里的常说的即而常照。记住，即才能常照，心上妄念多了，照就没有了，就迷了。所以即就是定，定愈深，照得越广越深越清楚。啊，今天极微之微，这物质最小的单位，科学家发现了，从发现原子80年代啊，到今天发现微中子，几十年的时间啊，弥勒菩萨做的报告，3000年前，他没有仪器，他看到的，怎么看到的？即定看到的，不需要用仪器，啊，即而常照，祝福。化身菩萨都是这个境界，他怎么会不明白？怎么会不清楚？三贤菩萨有，但是照得没有这么深，没有这么广。啊，佛在经上说的不是迷信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可以证得。我们如果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六种的神通全显现了，这不是我们自己修的，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加持我。啊，当然我们自信里的有，自信里没有也加不上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